主料，梭鱼一条，辅料，油、盐、姜丝、红辣椒、酱油、醋、香菜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整理好的梭鱼备用，准备好的调料备用。倒入底油，放入调料包香，放入梭鱼，倒入酱油，加入适量的精盐，加入清水，炖至15分钟，最后加点尾醋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，加点红辣椒和醋调节一下，味道很不错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